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表演最后一首歌，希望大家喜欢刚才那首 Summer Summer。 那刚才那首歌在我们新专辑里面有加了一些新的乐器，那我们可能之后近两个月我们就会公布这首歌新的样貌，它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首歌，是我很喜欢在第二张专辑里面很喜欢的歌。那下面一首歌叫做盖亚，那个希腊的大地女神盖亚。那写这首歌是因为前几年台湾社会案件很多，然后整个气氛是很动荡不安的，所以当初在这样气氛底下，我们想写一首歌献给台湾。那这首歌中间有一个段落是希望现场在座的各位能跟我们一起合唱的，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唱歌，可是我们都会希望台下的听众能来唱，来帮我们唱。那当然第一段旋律很简单，就是四句，然后我会带大家一句一句来唱。这个 key 对男生来说可能有点高，那对女生来说可能有点低，但我相信在场各位应该都可以克服。好，这个旋律第一句是啦啦啦啦啦，有听清楚吗？我们来一次哦，一二三四。再一次好不好？三四。我听不到那个好像是旁边爵士乐的那个萨克斯风传过来，我听不到各位的声音啊！再一次好不好？来，一，我这边有一个小意见。什么？在台下有几个我认识的朋友，其中。好像是张师大，对不对？然后 Q 上来，然后有一个呢，唱歌非常非常好听，我希望能邀请他上来，就是带着大家分享。他是国文系的同学，对，但是他本身有写词、写曲，然后他自己唱的歌非常非常好听，然后我想请他来帮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唱。这也是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找台下的朋友们上来。OK。待会他会罚站很久，很可怜。你是个歌手嘛？对对，就是歌手，你就回到你歌手的身份。第一句再来一次哦，一二三四。啦啦啦啦。来第二句，它是第四拍的反拍要唱，所以待会唱三四啦，有没有？对，来来一次哦，来一二三四。啦啦啦啦啦啦。你在乱我，再一次，再听一次哦，三四，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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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各位听清楚了没？准备哦，还要再听一次，大家唱给你听啊，来，一二三四，啦啦啦啦啦。可以哦，勉强可以了。第三句跟第一句一样，第三句跟第一句一样。啊，他的 reverb 多一点吗 ？PA 大哥，我们歌那个歌手要 reverb 多一点，最好有合音哦。其实我下午刚在这边表演，可是现在好像比下午表演的时候还要紧张这样，所以大家一起跟我一起唱这样子啊。好，第三句跟第一句一样哦，三四。啦啦啦啦。那个二楼朋友以为没事，你们也要跟着一起唱好不好？二楼朋友难得表演场地会有二楼的，来第三句大家在一起唱好，三四。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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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四句连在一起唱好不好？来，三，四。因为待会我们音乐会停掉，大家要唱，所以你们不唱，我们音乐就是整个断掉，好不好？所以一定要大家配合，拜托拜托。那待会要唱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暗号，那我们就唱。希望大家很喜欢这首写给台湾的盖亚，谢谢。